哎，乔治，这都天黑了，你们几个小伙伴咋还不回家呢？赶紧回家吧，天多冷啊！好，熊二哥哥，熊二哥哥，我们也想回家呀！你看我们的家都被坏人给占领了，我们回不去。啥？又是谁呀？欺负小朋友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不是怪兽吗？这些怪兽也太欺负人了！不行不行，俺熊二要暴打不平！你个狼人，你给我下来！来来来，小兔理查德，你赶紧回去啊！哎呀，看看，哎呀，这不是吸血鬼吗？你给我下来！那个谁，小猪佩奇，乔治，你回家！还有谁？这个骷髅头的小脸脸，你给我下来！来，小狗丹尼，你回家啊、哦！还有谁呀？还有这个狼人，你别欺负艾德蒙了，你赶紧下来吧！哎，这怎么粘上不下来了呢？这可咋整啊？熊二，我可不是一般的狼人呢，我很大的力气的，你想让我下来呀？也行啊。正饿的肚子呢，你要给我拿点蜂蜜来，我就下来。哎呦，俺的蜂蜜，俺的蜂蜜还留着过冬吃呢。没有蜂蜜啊，俺就不下来。反正他是你的朋友，又不是俺的朋友，这可咋整啊？俺到底该不该给这个狼人点蜂蜜呀、啊，朋友们？